未来的某一天，丧尸爆发席卷全球。郊外的一座房子中，衣衫褴褛的几人在昏暗的灯光下围坐在一张桌子旁，看着桌子上的食物难以下咽。房子的门窗全部被木板封住，原来他们已经被丧尸包围。大叔跟他的妻子淑芬也在其中。正在他们想要吃东西的时候，丧尸突然冲了进来，冲着人就是一通乱咬。被咬过的人几秒钟就会被丧尸同化，丧尸的数量不断增加，大叔和淑芬也在疯狂地逃窜。慌乱中，大叔逃到了一间有窗户的房子中，他直接跳窗而出，留下妻子一个人在房子里。他也想回去救妻子，但他更害怕丧尸。虽然逃出了房子，但是外面的丧尸更多，他拼命地朝河边奔跑。正巧他的好友小黑正在启动一辆快艇，但丧尸来得实在太快了，还没等快艇启动就已经追了过来。大叔拼命地去拉快艇发动机，但小黑还是被咬了。终于快艇启动成功，他干掉已经被感染的好友小黑后成功逃离了这里。28周后，政府认为丧尸已经全部饿死，美军进驻伦敦，城市开始重建，大批居民被带回，大叔也幸存了下来，回到了伦敦，而且在这里遇到了他的儿子小帅和女儿小美。团聚后，两个孩子忍不住问他们的妈妈在哪，大叔不敢说出实情，就骗他们说淑芬已经遇难离开他们了。可到了晚上，思念母亲的小美睡不着觉，梦到母亲变成丧尸的模样。弟弟小帅提议明天偷偷跑出安全区，去以前生活的地方拿一点母亲的东西，有个念想。两人一拍即合，第二天成功逃出安全区，回到了家里，一切还是那么熟悉，姐弟俩分头行动。这时弟弟突然听到一阵异响，前去查看，居然是他们的妈妈淑芬，但妈妈似乎并不正常，她用力地抱着小帅，却并没有像丧尸一样发狂。此时军方的飞机已经赶到，把他们带了回去。随后医生对淑芬进行了全身清洗，并对她的血液进行检测，但检测结果却令女医生大吃一惊，淑芬的身体里有着非常活跃的丧尸病毒，可淑芬并没有变成丧尸，所以医生认为利用淑芬的血可以研发出对抗病毒的疫苗。夜幕降临，知道妻子还活着的大叔羞愧地来到病房，希望淑芬可以原谅他。经过大叔一通甜言蜜语后，淑芬果然选择了原谅，两人深深地吻在了一起。可就是这一吻，活跃的病毒瞬间占据了大叔的身体，仅仅几秒钟，刚刚那个深情的大叔已经变成了一只丧心病狂的恶魔，先是咬死了妻子，随后冲出房门见人就咬。军方得知后立即启动红色代码，整个基地乱作一团，小美和小帅被先前的医生带走，可逃出基地却会面对更大的威胁。无数的平民在四下逃窜，而楼顶的狙击枪、楼下的机关枪则将枪口对准他们疯狂地射击。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在军队的屠戮下纷纷倒地，这还不够，燃烧弹、毒气弹接连向他们袭来。原来由于丧尸爆发太过迅速，现在已经完全失控，无奈之下军方才做出了一个可怕的决定。 Abandon selective target and shoot everything. Targets are not free.We've lost control. 小美小帅姐弟俩在慌乱之中跟着女医生逃到了一处食物仓库，同样逃到这里的还有之前一直在楼顶的狙击手鹰眼，他做不到亲手杀死自己的同胞，决定带着他们一起逃走。女医生告诉他，小美小帅这两个孩子非常重要，从他们身上可能得到对付病毒的疫苗。此时鹰眼的朋友大黑告诉他，四分钟后军队将在城里投放燃烧弹，届时这里将寸草不生。大黑让他到城外一个公园等他，这是他唯一的机会。自身难保的情况下，鹰眼并没有抛弃身边的几人，决定带着几人一起逃跑。跑到一个转角处时，他们遇到了一个狙击手，只要一露头，他们就会被狙击手爆头。鹰眼让一名成年男子去吸引狙击手注意，只要跑出一个 Z 字形就不会被打倒，但这男的根本不敢。危机之下，12岁的小帅一跃而出，按照鹰眼所说的方式完美地避开了狙击手的子弹。鹰眼则利用这个机会一枪干掉了那个狙击手。就在他们冲出围栏离开这里的一瞬间，数枚燃烧弹投向城市，整座城市陷入一片火海，房屋就像玩具一样很轻易就被摧毁，无论是人还是丧尸在一瞬间都会变成焦炭。是啊，灾难来临，他们有时不得不互相残杀。鹰眼带着他们通过地下通道逃过一劫，最终来到了约定好的公园，大家都精疲力竭坐下来休息。鹰眼去同女医生攀谈，同样是逃离组织的两个人，一个是不忍心亲手结束同胞生命，另一个则是想保护小美小帅去救更多的人。这时鹰眼的耳机里传来了大黑的声音，他还有60秒就要过来接他们了，但当他们起身时发现为时已晚，大批的丧尸朝他们冲了过来。很快大黑的飞机到了，他发现不只有鹰眼一个人，但他只想带走鹰眼。就在他们争执之际，之前那个贪生怕死的成年男人直接一跃抱住了直升机起落架，任凭大黑多次警告，这男子就是不松手。眼看丧尸围了过来，大黑把飞机头压低，直接冲进了丧尸堆里，螺旋桨瞬间变成绞肉机，一群群丧尸被砍得血肉横飞，尸骨遍地，但丧尸太多了，根本杀不完。大黑建议鹰眼不要管这个人了，跟他跑吧。
可鹰眼不可能抛下这几个人，但他又给他说了个地方，体育馆，他会在那里等着鹰眼。可这一路逃亡哪有这么容易？你知道生化武器的可怕吗？看似平平无奇的烟雾居然能瞬间让人类和丧尸毙命，而且毫无生还的可能。经历了刚刚的逃亡，现在只剩下鹰眼、医生还有小美、小帅姐弟俩。之前那个男人从飞机起落架上掉了下来，被丧尸啃了。四人在丧尸的追杀下来到了城区，可他们一拐进街道，就看见滚滚浓烟朝他们涌了过来。女医生一眼就认出这是军方的化学武器，吸入即刻就会死亡。他们赶紧进入了一辆车中，反锁门窗，关闭通风口，捂住口鼻。丧尸也追了过来，不停地攻击车辆，但随着浓雾涌来，丧尸瞬间倒地。但离谱的是，现在车子怎么也打不着。鹰眼看了一眼身后穿着防化服手拿喷火枪的人正在走来，如果他们不及时逃离这里，很快就会变成焦炭。万般紧急之下，鹰眼让医生来开车，他们在体育馆会合，他下去推车。鹰眼捂住口鼻，用尽全身力气去推车子。就在车子启动的那一刻，喷火枪对准了鹰眼，在熊熊烈火中，鹰眼牺牲了。这就是军人的觉悟，危急时刻毫不犹豫地献出生命。女医生在浓雾的围追堵截之下，开车进入了一座地铁站，车子无法行驶，他们只好下车。伸手不见五指的地上，医生只能通过鹰眼留给他的狙击枪的夜视仪前进。地上满是尸体，随时都可能有丧尸冲出来攻击他们。突然，小美被脚上的尸体绊了一下，从楼梯上滚了下去。女医生赶忙去寻找，刚找到小美，医生就被旁边冲出来的丧尸扑倒咬死。小美摸索着拿起枪，看到医生已经死亡，而攻击他们的丧尸正是他们的爸爸。小美现在管不了那么多，她要赶紧去找到她弟弟。可当她找到弟弟时，却发现弟弟已经被丧尸爸爸攻击了。小美的大喊让爸爸脑海中浮现出他妻子的样子，正要转身攻击小美，却被小美一枪干掉。小美赶忙去查看弟弟的情况，她发现弟弟已经感染，眼睛里也有红血丝，但是却没有发病，看来弟弟身体里也有抗体。姐弟两人精疲力竭地走到了体育馆中心，看到了早已等在这里的大黑。大黑看到来这儿的只有两个孩子，担心他们感染，便举起了枪，问他们鹰眼去哪儿了。姐姐摇了摇头，表示鹰眼已经牺牲了。听到好友的死讯，大黑非常难过。四人已逝，大黑便带着姐弟俩离开了这里，去往法国。从飞机上望下去，昔日繁荣的伦敦现在已毫无声息，硝烟弥漫。28天后，接他们的直升机已经废弃，埃菲尔铁塔下，一群丧尸正在狂奔。灾难永远是那么可怕，人类在灾难面前也一直是那么渺小。只有当灾难来临时，我们才知道当下生活的可贵，过好当下，过好每一天。好了，今天就讲到这里，我是怪小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